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交通小王。今天网购了一款冰箱，海尔的，今天刚给送到货了。海尔的冰箱，这个冰箱不是太大的，180立升左右。现在的冰箱价格大幅下降啊，但是做工和包装啊，和以前的没法比啊。这个冰箱刚刚到货，然后我要拉回老家去。现在就先放到车上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是外包装，然后这个地方破了一个小口啊，然后这个纸盒啊很薄很脆啊，一按就碎了。我记得以前的冰箱纸盒老硬实了，按都按不动，然后里边就是空的，旁边带减震泡沫，但是这个也是很软的，一捏撕碎啊，一捏就碎了。现在东西便宜啊，有便宜的道理啊，该省的都省了。前一段时间我发了个视频，买了个海尔的燃气灶，然后300多，他们老道网友说是假的，说包装不好怎么怎么地的。那个燃气灶不是假的，是真的海尔的，但是便宜的包装啊就不能要求太高了，就跟这个冰箱一样啊，这个冰箱海尔的啊，这个绝对不是假的，条形码都有，400电话啊都有，绝对不是假的。但是包装，就看外观的话，这个纸盒都不是太好的纸盒啊，那很脆的，一撕就碎。等一会儿拉回家以后，把包装拆开，然后和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里边冰箱做工怎么样，值不值这个钱。保险下边冷冻，那把这冰箱静止一会儿，然后再这个应该不用，他要不要急，他明天查联系，正常是静止2小时。对呀。他不要的话，不叫急用，他明天有静电。那个把那个底座给他卸了呗。里边挂那个胶带老边儿啊，粘的。看看啊，哎呀，看啊，这里边胶带，胶带。这有个调温度，这个数越大里边冻得越厉害，数大就冻得厉害，对，数越大就里边冻得越厉害，一般是3到4就行，弄到四就行。这个冰箱849买的，180立升，大家觉得值不值呢？